姐妹们给你们看看我做的迷你指甲套装，试了试，效果还不错呢。先做美甲片，完成，加个包装，搞定。迷你甲片灯，小刷子，小剪刀，小搓条，做好的装进盒子里。做好了，你喜欢吗？今天我们来做迷你流沙水壶。先拿出迷你玻璃瓶，加入闪粉和亮片，再来点清水，用贴纸和粘土装饰一下，贴上丝带就完成了。还可以做许多不同造型的瓶瓶，简单又有趣。你们最喜欢哪个水壶呢？超好看的折耳妹妹咕卡来了。